我的朋友当然都有喜帖。观众好奇吗？观众好奇有送送老婆是什么东西啊？观众好奇大豆才是送蓝宝坚尼，还是要送蓝宝石？跑车、钻石，黄晓明娶 baby， 样样都要最顶级。新婚要送什么给 baby 呢？八日即将大婚，现在传出黄晓明向珠宝商定制皇冠，想在婚礼当天为爱妻戴上。他喜欢，我就给他买了，送给他了。就是这句话，喜欢就买给他。黄晓明无时无刻流露对 baby 的宠爱。在娱乐圈人缘超好的小两口，光是喜帖就寄出百张。伴娘则是黄晓明的好友李冰冰，婚都还没结，小两口的一举一动都是焦点，也令人相当期待王子跟公主的婚礼会有多么的盛大。记者王一欢、洪瑞婷综合报道。